多进攻篮筐的一个机会。张振雅再起一个，今天张振雅个人第二季的三分球，状元郎感觉是醒了。而且在过去这九连胜当中啊，不断的培养出了所有许多的一个领航员板凳的一些球员啊，包含了陈玉瑞，包含了张振雅，整个信心呢都起来了。